好，接住上面嗰條啊 ，country A export 咗幾多個 Y？ 唉，頭先都講咗啦，由180去到80，即係 export 咗30啊嘛，少咗30個 Y。咁 import 咗幾多 X 啊？要零去到50，即係50個 X 咯。咁啊，30、50得翻 CV 同埋答案啫。咁啊 ，term of trade 點啊？30個 Y 換50個 X 嘛。咁即係一個 Y 幾多啊？即係一個 Y 就等於5 over 3個 X 咯。答案 D 啦。